大家都知道，世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，他对冒充他的作品还有假画的人，他毫不在乎。他说：“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，就是我的老朋友。我是西班牙人，我不和老朋友为难。而且那些鉴定师，他们。” 也要吃饭了，而我什么都没吃亏，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？宽容是对别人最大的恩惠。一个不经意的宽容或有意的谦让，能让你舒怀，让别人幸福，这就叫以德服人。 人生是公平的，没有人特别受到眷恋、眷爱。我们在人间通常被自己认为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击倒。很多人活在世界上，整天以为我受到了不公平，我难受，我受苦，我想不通，慢慢的生了重病。 所以我们在无始业障中应声倒下，而带有业障就犹如被别人打倒一样，而往往打倒自己的就是你自己，因为业障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生出的，我们天天动坏脑筋，天天在造业。 我们恨自己的父母亲，就是给父母亲在造业。所以在人间，大家记住台长的一句话：幸福的背后藏着一堆的悲哀，欢喜的背后是一串痛苦的历程。 勇敢的人要面对人生，要理解人生的烦恼和无常，才会学来忍辱精进的真谛呀、啊。面对人间的苦难，我们要想得通，要乐观。 很多妈妈被孩子气得半死，身体非常不好。结果就有一个人跟她讲，都是讨债鬼。那一天开始，她想通了，原来上辈子我是欠孩子的，所以算了，我也不生气了。他是一个讨债鬼，那我就得还债。 这样的心态，你就会想得通、想得开。所以，一个人如果有智慧，他就整天乐观、开心、发喜。